你都話你唔得㗎啦，睇我表演啦！ 唉，你哋兩個咪男人嚟嘅，等我嚟啦！ 喂，值得你去做啊！我都做啊嘛，擺中間啦。唉，收紙。等先，喂，呢個筆筒你買啦。用你又用啦，咁多錢係做咩啫？唉，算啦算啦算啦。要薯片。好。 算啦算啦算啦！有幾多日出夜？唉，得翻幾日咋，真係可惜啊！我想住佢。 喂喂，你覺唔覺得呢幾日宿舍咧有少少好啊？唔會咁㗎。我都覺得。唉，黐線㗎，係咪夜晚俾人玩掉啊？玩得多，搞到而家咁啊！一定係咁啦。我知啦，可能近排測驗大壓力啊。算啦，我唔記得咗，有測驗呢件事，我快揾書先，拜拜。 啲紙又濕曬，咁點算咧？唉，同學，唔好咁嘥喎。咁可以點啊？下一張。 你屋企都閒喎，根據環保署嘅資料顯示，喺2005年香港人抌咗大概992公噸嘅膠袋廢物，其中包括咗購物膠袋、垃圾膠袋同埋包裝膠袋等等。當中估計每日俾人棄置喺堆填區嘅購物袋大概2300萬個，即係每個市民平均抌超過3個購物膠袋，濫用嘅情況仲比其他地方嚴重得多啊！我知啊，但係真係唔知點做啊！ 喂，睇舊電視啦！幾時加入環保行列啊？